的操作模式，它还有充电是最快速的，第三个是使用有超长的时间，约有12个小时的时间是可以使用。第四个是它的最大的输出功率有3瓦，相当于是一个相当大的客厅，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得见。还有，它是属于大的屏幕显示，像这一个屏幕的部分，它是能够显示出来数字，使我们大家都易于去了解跟懂的。第六是它有按键式的选择，所以每一个按键都非常容易的去做匹配。那我们现在先从这一个念佛机的开始说起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念佛机它的后面有个盖子，您打开它的时候，它里面就有一个锂电池，是放在后面的。这个锂电池呢，是像这样子，可以把它装起来，然后把它放上去，那么盖子把它盖起来。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，我们说电源它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插头，跟我们的行动电话一样，它是把它插在电源上面，然后呢，另外一端呢，就是插在这里有一个输入插口，像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插进去，这样子就完成了插电的功能。插电了之后呢，它就会在这个地方会显现出来，有一个叫做显示，这个地方有这个灯的显示，就是它的那个电池是不是已经充满了？好，那么我们在这里讲到说，它一插上去之后，它就开始这个播放的是这一个佛乐。那佛乐的呢，我们开始来讲说佛乐。佛乐呢，我们讲说第一个是它会从第一首大悲咒、第二首六字大明咒，一直依次的这样子一直念上去，一直念上去。那么如果说你喜欢是黄财神咒，那黄财神咒呢，您只要压第三，这样一二三压上去，压三，它就会到第三首。好，第三首。或者是我们说第七首，第七首文殊心咒，第七首文殊心咒。那我们这地方按钮就压七，七压下去，它就会自动跳到第七。好，第七，它就会跳到文殊心咒去，或者是您要压第十首百字明咒，第十首百字明咒，那百字明咒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压十，好，压十。第十，它就到百字明咒，第十首百字明咒，以此可以类推，这个是压这个按键。那么我们第二来解释说，如何来使用这个，对，还有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个来回的键，这个键 M 键的这个地方是您可以重复的。这一首一直不断的重复，你只要压一次这个键，它就一直会重复下来。那当然，它的 M 键，你只要压 F，F 它就会变成是这一个收音机F 收音机。那收音机呢，我们这里有一张收音机的表，
举例来说，啊，这边有一个叫做啊，这个佳音电台是 90.5， 我们在这个上面就压905，它就会显现出90.5的音出来，然后再把这一个收音机的天线拉长，这个就是佳音电台。或者呢，比如说我们压景广交通电台94.3，哦，94.3台，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压943，哦，它就会显现景广的交通电台。或者是我们压 ICRT 电台100.7，哦，ICRT 100.7 台，我们就压1007。好，这个地方就是 ICRT 的电台啊，就是依这样子的方式去类推。那么这是第一种的说法，叫做收音机直接按键数字法，它适用于已知道的电台数码啊。那我们再来第二种，就是叫做记忆数字法。记忆数字法呢，它使用的范围就是适用于台湾的任何地区，像是台中啦、嘉义啦、高雄啦、屏东啦等等的地区，或者是国外的任何地区，您要按一个中央的键，按大概5分钟左右，这一个键就是中央键。这个键呢，您压下去之后，它就会开始啊。开始会搜寻这个电台，来看一下啊，好，它开始搜寻。你要压下去之后，压大概3到5秒钟的时候，它就开始来搜寻。它会从第一个电台开始一直搜寻下去。你看 P07、08、P09、P10 这样子一直搜寻，最高它会搜寻到40个电台左右。那么它所有的搜寻的电台呢，它都会记录在它的记忆体里面。然后当它记录在它的记忆体里面的时候呢，像现在已经压到第18、19，哦，像台北有20个电台在往上继续在往上增加当中。那么它全部的那个电台搜寻完了之后，它会回到 P1 的这一个节目。那它当它回到 P1 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打断它，啊，这个地方再压一次，像 P2， 啊，它就回来了之后，比如说您现在您压喜欢的电台是21，您只要压21，啊，它就会到96.0。压22，它就会到97.3。压23，好，它就自动会显现97.7。压25，它就会显现98.5。压30，就可以显现出您要的电台是98.5的电台，哦，那么这个电台您一定要牢记它的数字。当你牢记它的数字的时候呢，您就很容易的，以后您只要压20或者是压29，它的数字就会显现出来。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，我们现在可以先把这个钮先取下来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地方有一个灯，是可以显现 LED 的灯显示在这个地方。另外呢，它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这一个耳机的插座，它是可以插在这个地方，哦，来，我们把灯关掉，然后把插头插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耳机
的插头是可以插在这个地方，那么音量调节钮在这个地方，还有一个总开关在这个地方，以及呢它一个 SD 卡哦 micro SD 卡是放在这里，你只要压下去，然后呢打开来的时候它就自动的有那个 SD 卡，这个地方是可以取出来的、哦、一定要记得这个地方正反不要插错，然后压下去之后呢就可以啊、哦、那个播放音乐。那以上呢是这一个的整台的操作的一个状况。那因为呢这一个最后的重点在于您的这个插头，当你拔起来之后您要记得把总开关也一起拔掉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确保您的这一个变压器能够经常的使用，而且呢您的这一台这个收音录放音机也比较不会容易故障。今天的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，再见。